你去狼子山看着，有人问起来，就说我们在给孙小姐煎药，让他们轻手轻脚，不可大声喧哗。是。什么药啊？药，这可难住我了，都是一些补血的药吧。 我来的时候，上一吩咐，是皇上的口谕，不能马虎。就辛苦了。贵姓？胡，上山下乡。本就姓胡吗？孙小姐，你的全名是？ 若无其事的若，微末小事的微。孙小姐，10年以前，我不姓胡，我随我父母。 不好意思，就知道是你，姐姐，我是姐姐，我可怜我们，让我们相认。